开始了，来吧，人马。哦，对面全是脆皮，对吧？挺可以的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友好一点吧，兄弟，我这个人热爱和平。呀，这么多脆皮，这把手段极其残忍。待会记得把残忍打到公屏上啊。这么多没有位移，这么多脆皮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活。待会儿开竞猜，今天是无竞猜日，知道吧？从我做起，人人不竞猜。他们舔一下我，因为他待会就死了。舔他一下，舔一下，他把E交了，等他交闪，去前面等他，回去，再舔一下，可以，好舔，再舔一下，再舔一下，老哥，舔一下，等一个 W， 还行。这波逼了一个闪现啊，好像被他那个小杀四方回了一口血。160，卡牌过来了，哎呀，就是因为卡牌过来，所以他们这波跑了，地图全黑了，他们有点害怕，看到没有，卡牌回线上，他们又来了，修人应该还在，安打王。这波卡牌有大，我怕我上来他待会儿又卡了，这不是网卡了。
他反正蓝不够这一波，主要是回去挡一下，挡一下。哎呦，跟不上我，跟不上我，我腿残。直接被吞进去死了。我带疾跑，我肯定跑得比他快啊，他又没疾跑在。我跑得比他快，这不是必然的吗？而且他才四条腿，我五条腿，还多一条腿呢。加上疾跑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这切亚娜再玩个，哎呦，没野吃很难受。完了，跟个该溜子一样。莉亚到底在干嘛？他在刷我野吧，龙也不打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算了，送他个大招好了。我不吃，我把你打残。唐某别死，他死了我先锋要没了。他是死慢点兄弟。还行，先锋拉到就可以了。这波我也可以再抓一下，他又没技能了。吓人兄弟，死不了，去吸一口血。哪有这么打的呀，这么强势这么主动的吗？啊，霸王硬上弓是吧？待会儿出来就给你办了。这莉莉亚打得太吓人了，不行，我得买个水银鞋，不然感觉不是他的对手。待会儿阿姆感觉要死了，可以救一下。我来了兄弟，蠢货。这个线应该是控不了了，我们兵比对面多三个，赶紧推过去。
刚好还可以吃个蟹，蟹没了，我不知道委员会不会过来。找个水滴，来双水银海。我就想简单的拆个塔，就这么难吗？这怎么敢勾、啊？我不是很能看得明白啊。这勾不是送吗？赶紧把下给他拆了，再卡他过来补点伤害。去死吧你！把龙再收一下，这莉莉亚打得太贪了他。这一些塔给卡他自己吃了，他也赚了。最后一层皮加一些塔，差不多有1000块钱可以吃。卡他也不亏的，我吃1000，他也吃1000。主要这个一血塔加单吃就很香。他要打断的卡萨，回去回去马上就好了。警告警告，翻不了了，没我没血。这大感觉早点给说不定能杀他，这没好吗？我再打点钱买炼金罐好了，2400-2500，买炼金罐还差个400。舔他舔他，这文也太过分了，还想偷我蛤蟆。他不要了，他不是，我怎么就突然就感觉跳聘了呢？也没有啊，妈的，踢进去就卡了。对了，把这炼金罐给他买了，他这个就打得跟丢包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？丢包就是这个情况。
不然我跟他一脚踢进去，利亚死了，我再二出来可以走的。海白有没有大？来来来，飞！很痛苦这样子。给他张黄牌，他死了。这卡牌跟不上啊，他不开大的这个，我都给他标记了。他掠食者也没开，直接走过来的。我以为他会跟得上的，他有大有掠食者，直接开个掠食者或者开个大就过来，落地给张黄牌，加永霜把莉莉亚给他秒。他们又有赏金了，这样。拉拢吧，拉拢吧。算了，这卡牌不能相信了。他们去抓着塔姆去，赶紧把龙打了。还行，这把队友总体玩的还可以。操，被他 Q 滚死，这都可以吗？接受不了，战锤来一个。你别看他伤害，他那个伤害是持续出来，他不是瞬间打的。打你第一段你感觉没那么疼，但是后续你就发现渐渐的他不对了。他的 Q 就是类似一个面具的效果加百分比增伤这样子，还有这个回血。加上这个大面具灼烧，待会再来个小面具双灼烧啊。先把他其他队友待会给他解决了。我只要魔切一出，这么多脆皮，一脚一个了。你别跑啊，一个劲骑在你脸上打。你在开什么？你在开什么？好吃，我去不了了，兄弟，我没血了。啊，刚才应该吃个红再过去的，这我血就回满了。大家可以打我一个红 buff 再回，可以绕一圈过来。这波辅助比较脆，先给他解决了。哎，大龙还可以再拿。我这装备的话，杀辅助是刚刚好的。杀无烟的话，他有个盾弓在，而且你不杀辅助，辅助还可以给他加血加盾。
所以这种软辅的话，能秒可以优先给他解决掉啊。对面就三个，直接打。减速到了，这镜好像是没技能了，我记得。哦，拜拜。哎呀，这队友配合出来打的就舒服多了，双方还打的有来有回。卡牌除外啊。这 卡牌有大有蓝头走路过来是我没想到的。那你这个大招跟蓝头带的意义在哪里？准备拿龙了，好了，魔宗买了，可以升个魔切了。我正式复播卡的那样怎么办？所以这不是正式复播、啊、发现问题给他解决了，就跟测试一样。我们现在在内测，知道吧？还没有公测，发现 bug 给他修复不就好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没正式复播的原因吗？等一下队友过来，治不了，这卡莎没第一时间飞，这时候控制打完再飞就已经晚了。他刚才好像开个 E 过来把技能全吃掉了。就算做梦的人不在了，梦这么吓人的吗？但还是差一点点、哎、不能聊天，这把得认真玩，刚才跟弹幕聊天去了。我们打五 v 五很好打的，有个塔姆泰坦在挺肉的，他们没前排，这把主要是，而且我对后排的威胁很大，这样刚才关键是没前排，前排刚才已经死完了，可惜了这个三龙了。怎么感觉对面三这个三物理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的，都是这莉莉亚打我痛啊。这样我还不如买个自然之力呢。哎，切亚娜没蓝了，这时候看到残血他会飞了，拿下。可以，这一钩子蛮狠的，他们要来上了，其实这钟可以再推一下呀，等他往回推他就跑不了了，给队友烂一个人头啊！你看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只会心疼队友，这反管老是把队友的头给他 K 掉了。不是说好有什么样的主播就有怎么样的观众吗？啊，怎么这观众跟主播是反着来的？感觉可以开着呀，终极落后这一波，我可以落后的呀。跟上，我二回去，统计三个，杀他个回马枪！哎，这卡牌玩的太嘚了，技能又没跟上，人还死了。这波卡莎飞的就挺果断的啊，
晕啊，继续骚，看我弄不弄你就完了，在我脸上蹦打蹦打，刚才中亚都开过了，这个人又要搞了是吗？我不想搞，不要强迫我好吗？那就搞吧。那就一波吧。暗影冲击。撤撤撤撤撤。他交闪。哎，就不应该跟他门烂，真的是。剑主要你让我卖队友吧，我又不是那样的人。来，再来个自然、啊、算了，不想出自然之力，我想出青羽，出青羽的话一脚给他踹死。大小龙可以收一下来，这个点的话他即便没有出护甲，因为他等级比较高，他成长护甲也很高了，把龙给他收了。来一手双龙会，没事，直接打，快打完了，蓝头一开黑呀、啊、就四个人，算了，我搞这个进去了。多一刀就一刀，不跟你开玩笑啊。不要再打了，我都被这个委员点成麻瓜了，没人管一下我。我这波一个人切死两个了。塔姆舔他含住，勾一下，再舔一下，舔晕了。泰坦 A 一下挂点蓝，一踩一脚，闪现再舔一下。可以，再舔一下。有一说一，这塔姆舔的挺准的。这一波我怎么会打的这么难呢？我先秒了一个那个镜啊，而且这个文言也在我这边，他们少等于少两个人。这队友刚才其实在四打三竟然没打过。直接下一把了。这套出装打这种脆皮阵容就是无敌的人马，主要是你还很肉，知道吧？还有一定的坦度啊。哎，这个号跳断了，可以，非常的 nice。这个号好像我30把就输了4把，接近90%的胜率，四舍五入一下，一把没输啊。